哦，切四川。 第一道水。 大脚进来了，那瘦就是走那边，走那一边，瘦就是要走那一边。<笑>我被他追了。他要我们无线电了。你看那个瘦神兽就是要走那一边，有没有？那一个肥羊，一个小吴啦。 你后面都有路径啊，应该是有人走那一边。哦，差不多啦，这边是绕一个圈，那边穿过去。哦，哎，他去哪？哦，他从上面那边过。 那看起来左线到最后要缩还是不好走，还是要走右线？那边不好走，没有压痕。 它直直上，应该 OK。 可以的，都 OK， 那边还算平，你自己看看就好。你那边直直上没问题啊，这边看是 OK 的。对啊，我这边要上去啊，我想说那边有没有过来？有啊有啊，这边就过来。有，这边是大陆旧路。 上也上不去，明显难了。快来！
变了。变好多、哦，这边也变得有水了。这边要走左边哦，右边伸哦，然后前面有乱石堆，那我预计从这里上去，这里要小心。这里不是风景。这一道小心一点走。右边伸。右边上面都石头。嗯。不知道啊，你要压了才知道。石头还会动，上来就走白石头。大概可以，今天轮子比较大，可以走。这边不好，右边不好，主要走左边。对，没错。靠右边这样走 ，OK。对，就这样来。没错，走我的路没错。OK， 直直过就好了。这边下面有石头，直直过。墙壁边再靠下去，那上面是平坦，只是经线的可以，所以等他来。他来了。过去他刚好到。这一道水稍微深一点，要一条胎，要补点油门啊。不用了，
该只是泡茶聊天的。他在泡温泉的吗？要么这样。再右打，右边还有二十公分，来。来，直直来就可以了。实战，右前轮踩一下，好，送来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下面石头滑了，你开大一点应该比较好走。那个会漏啊，很正常啊，我的常常换。他年纪大了。
把车上岸，油门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对着我的方向行驶，打直，行驶就过来。好，下水之后稍微带点油。右边，稍微右边。他胎压好像卸不太快。还好，他原本搭比较重。哦。对啊。但是你过最深的。一颗胎哦，一颗胎哦，三菱胎哈，三菱胎。来，盛宏，盛宏。没换，你上不了岸。那个熊哥，你往这边旁边稍微移一下。好，可以往前哦。好，小快，这个不行啊，你这个太轻松了，太轻松了，你要从水里面走上去。你还刚逃起的，刚逃起，你再逃起的，阿群没乱。啊，只是车子把它车开到水里丢着就好了。好，来停车乱。都上岸了吗？都上岸了吗？啊，
打直哦，打直哦。好，打直打直，OK OK OK， 不油不油。来来，连路路那一边嘛，连路路那一边。快点开，快点开。没关系啊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我把都拍完。来来来，看左边，看左边。拐个弯就到了。不要那么快，两边都是输的呀。今天吧。
搬走了。哦，还悬空哎。的时候，因为这落差有点大，我们那个保杆有点低，不要到这边。你看我车头上来，对不对？带点速度。一下你就补这个大油门就上来了。你一直站在我镜头正前。油门太轻，重来。好，大一点，太矮。防滑发挥作用。哎，一补就上来了。机敏太强了。没办法，大块都搬走了。如果你没搬走，他大牌会敲倒。我这就敲倒啊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没办法搬走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这边排排队、拍拍照、打气好了、啊？不然上面几米方组长都会站住。凉凉。对呀、哦。你很凉啊。对哦，一定要那么挑杆吗？挑杆吗？不要表演了啦，小凯，赶快走吧。来表演倒车上来。